睡觉了，拜拜。早上10:47，我现在到了 Hotel Voltaire， 舒服，很 friendly， 不会就是冷冰冰的。隔壁就是上次我住的那个 Ritz Plaza Vendome。嗯，这酒店的 croissant 很好吃。看看这个 Chateau Voltaire， 感觉特别 cozy， 有没有？哎，我好喜欢这个小酒店啊！虽然不如那个 Ritz Paris 看起来那么的宏大，但是就感觉很舒服。顶也是低低的，就是不是很栖身。餐厅也是感觉 vibe 特别好，哇，感觉他们这的花都开得好大啊，飞彩世界，这个书好小，好可爱啊。做一个小开箱吧，我买了一支22，它这样拎起来就是自重是比较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包包，是长这样的，可以放你的护照，就是一个很舒服的通勤包吧。它扣起来的方式是这两个扣子这样子，还可以扣起来，但是如果你嫌这个口太大容易掉东西的话，你需要手动把它们，充电线，你需要手动把它们这里往里调，调紧一点。是这个地方其实它不是很丝滑，因为它这个链条上是金色的金属和皮革缠绕在一起的，所以不是那种滑滑的一条绳子，你懂我意思？我觉得非常我的风格。巴黎铁塔后面。好可爱啊。酒吧会比较难订，如果你们订的话可以请住的酒店的前台帮忙订，讲法语会比较容易订上，因为我看好多人说一个月都订不上。Real deal, just here for you. 筷子呢？ Is this for the Yeah, I think so. I don't know. Probably. 你吃饭了。在这个 oyster 上，很奇怪，第一次吃，看一下啥味道。这个是有盐的 butter。南法了，我现在在格拉斯，世界有名的香水之都。我的这个房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小屋子，像一个小 villa 一样，门口呢就可以有晒太阳的地方和后院。非常度假休闲风，这是想到这一次的活动，很激动吧？我第一次去看这个玫瑰田，五月的玫瑰田，也就是他们玫瑰正值开到最热烈的时候。五月份现在不是很热，看一会儿洗完澡以后就可以在这里晒太阳、看书。OK， 我们现在去游泳池了。就长这种像菠萝一样。哎，晚上好，我们现在一群人要去吃饭了。好漂亮，好漂亮。要去这个高的，然后小的呢是另外一家餐厅。是不是很酷这里的风景？
是八点钟，还这么亮。Should we find a club? Okay, 我们回去了。Early shoot tomorrow. Good night. 早上好，现在呢是凌晨四点钟。咖啡，要去化妆师 Julie 的房间。Good morning, Betty. Hi.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Did you bring your coffee with you? Yes. Yeah. Emma, it's the same girl. It's close, right? Identical.要装假发片了，真的跟我的一毛一样。It was meant to be. 缘分 in Chinese. 妆发已经弄了差不多了，剩下的就在车上完成。Very rock and roll. That's rock and roll. Ooh, that's good. Ooh, that's rock and roll. 第一套已经拍完了，现在换衣服了。Okay. We're ready for the second look. Coming, coming. So beautiful. 你们喜欢哪一边的耳环？刚刚我们选择了一下，我喜欢这个 stack 在一起。迭代的感觉啊，雷德海利豆，哇，这个甜真的。I like the no, I like the other side. I want it out. Yeah. Can we just see the back of your camera for a sec? Yeah. Do we want to work with this, Hunter? Do you want to do the opposite side? Ooh, maybe just cheat your head open to the light a little bit so we lose the shadows.Do we see people at the house? I think they're so small you can't really see them. Okay. Okay. Nice. Take a picture. Yeah, and right at me there. Cute. Doing great.I would be the best Instagram boyfriend. 早上八点了，我们今天收工了，拍完了。他那个最高的那一只比我还要高，我不知道玫瑰就是都能长这么高的，因为我们家种的玫瑰大概是这么高的那种。我们一会儿要去参观五月的玫瑰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玫瑰田外面，这个玫瑰田旁边它有一个房子，像一个小城堡一样，非常非常好看。也就是我们刚刚拍照后面背景里的那个房子，这风格就是很南法，非常的 chill， 美得像一幅画。我有一种被妈妈照顾的感觉。你的睡衣比这点都好呀。他们在采花是吗？嗯哼。那边有花农正在采花中。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这个玫瑰田，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采玫瑰的呀，怎么样保持这个田的健康，平时都是怎么打理的。然后我现在手里的耳麦它里面会有英文的翻译来介绍这个田。我刚刚在拍照的时候就一直在看那个花，就是它上面有晨露的，现在已经晒干了，就是那种就揉碎的那种。刚刚他说摘花的时候不要这样子拿，要这样子稍微 twist 一下，就这么转一下，不然的话花瓣会掉。
比如说像这种有蜜蜂在里面的，它是非常好的。虽然蜜蜂呢它们采蜜，但是在玫瑰花上它们是会采一些花粉，然后呢会维持这个生态平衡，并且保护这个玫瑰花的整个，提高它的免疫力，包括像 ladybug 就是金瓢虫这样子的，也是非常健康。就这些花你采好了以后需要马上去进行后续的，不然的话它里面的这个新鲜度啊、水分等等，它的那个香氛香味都会跑掉。在下面的呢就是 Chanel 的 in-house 调香师 Olivia Hoge， 看看它的调香理念。So this is the in here obviously。 这个呢是玫瑰味的小蛋糕。Pisalaja, it's onion, onion pizza. Okay, onion pizza. Pisalaja, it's so, so nice. The detox juice, there are some apple, cucumber, and pineapple. 我们现在吃饭了。Cause when we're together, it feels like we're in heaven. If it would get dark, it'd be my million stars. I know I can be on you. We're really trying really hard. Ooh, you catch me like a leaf falling from a tree. If I be a shooting star, you make a wish. No, I don'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 我实在是太舒服，满身都是汗。从凌晨4点到现在 ，great experience。我今天呢学到了很多关于香水的知识吧，然后今天还看到了整个花农把花都摘到篮子里，一直到花是怎么做到香水里，做到 number five， 然后还有其他的选到的香水里，会觉得说哇，原来一小瓶香水它这个工序这么的复杂和繁琐吧。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啊，为什么格拉斯是世界的香水之都呢？是因为它附近这个地域环境有一个河，对于花田非常好的因素。一个呢，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它会经过河水以后把那个空气的温度调下来，所以它到花田的时候那个温度就是非常适中的。二呢，因为有河，这里的那个土壤会比较sandy 和肥沃，所以像我们刚刚看的五月玫瑰田，玫瑰枝都非常的高，很茂密，长得很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平时我在 review 和说香水的时候，会感觉到哦，这个都是玫瑰，为什么有些玫瑰它会更新鲜啊，或者觉得很湿润、很水润，就是因为它在种植和培养、养育的过程中就有这样子细小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的一个不一样。Bye, grass。Hi, morning. 今天呢，我们活动结束了，我和 Rene 再继续尼斯待两天玩一下。哎呀呀！奇怪了，你们知道吗？来的时候呢，和走的时候行李一样不差，多了一本这一次活动神道给的一个这么薄的一个小本本，然后多了一个我给朋友的神道买的一个那种首饰，大概就这么小一个盒子。That's it。我的神道19，你们懂的，就是薄薄的，我现在也是背在身上。来的时候它是有空间的，现在就没了。你们旅行会这样吗？这无语。Good morning. This is orange, lemon, and carrot. 煮蛋器好可爱，放进去它会自己 boil。是一杯 macchiato。
just right behind, like near. Oh, nice. Like very like classic French soubette. And I don't think we did that this time, so we don't know. 好漂亮。是命中注定要带回去的。这边是一个海边的餐厅，有那种 umbrella， 可以在这里吃完饭以后就去外面晒太阳。Bonjour. Ça va bien? Ça va. Vous voulez un petit peu d'eau pour commencer? Il y a des water, tout ça? Yes, water, please. Cooking flower blossom. Courgette, courgette, flower blossom. Do you have oysters?I don't have, sorry. I suck at French. I have. 这个是银鳕鱼，下面是 mashed potato. 真香。That you'll get your going up. Okay. And you. Your room number is 272. 272. Yes, got it's it. Written right here. Wonderful. So you just have to put your key card in front of the room. Okay, thank you so much. I wish you a very good sale. I hope I will see you later.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Oh, sorry, cannot give you a tour anymore. 这里有好多 art. 我们现在在走去房间，它的价格我觉得还不错。哇，很大，挺大的。Okay, washroom is very washroom. Washroom is very washroom. Oh! Oh, okay. Two washrooms then. I love how you said washroom. I love it. It's very washroom. 南法的感觉就是很 chill 哎，就是不用干什么就觉得生活很懒散，慢慢走就很舒服的。哇哦，现在到了尼斯的夕阳时间了，下午5点左右。So pretty. 我们现在要去帕勒马海滩。鸽子的声音啊，是一个 pigeon 在下面。啊！好清啊！鱼，你睇到鱼没啊？好漂亮！我们现在到尼斯古镇了 ，Old Nice。咖啡没？我喝了。我要。I love it。金沙朱古力那个也好吃。这个是 pistachio。可以。That is so good。这人真的很多，就是中间会有集市，然后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餐厅。这个很法式吧，应该。哦。那外面也不错呢，是有山，花洒亮灯了。Wanna go? Yeah, I guess we could sit here. Yes. 他们这里的鱼都是从 Mediterranean Sea 里面来的吧？地中海。Hope so.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Just right there, right? 我说。Go ahead. Porridge is good. We have room for the other oysters for sure. It's so perfect. 这个 oyster 真的超级大。It's like the. Do you know how much this is? No.哇，好厚啊，这个肉！不在巴黎不同啊，不同啊。But it does have the fishy smell. But it's really meaty. It's really meaty. Step one. Step one.
Step two， 新的吃法就是 butter 放在面包上，再把 oyster 放上去。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Good morning. 我们现在去 Cafe Vergnano。Nebrasco 对面的蓝色的广场，惬意。老老旧旧的，这个车好新哦。It goes inside the Nice. Old Nice or all of Nice? This is old Nice actually, old Nice, so、uh-huh. it goes all over. All over, yes. 去艾斯小镇 ，Alex 的路上了。我们到了，这边的房价会比那个叫什么尼斯要贵一点。你看400万 euro 是一个 villa， 就是在刚刚我们经过那种山半山腰上，特别美。还有那个上面的各种 villa 吗？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房价的地方。加油，我们可以。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南法这种臭臭的调调了。Where's my fucking yard? 黑松露，对，毛豆哎。我们点了 oysters， 甜，咸的 mint rice， 上面有薄荷叶，毛豆。我想试试这个，有一种泰国风。I love both, and I eat. 但是我很喜欢吃。This is so good. This is so good. 毛豆 ，What do you think? Nothing too special. Nothing. 就是毛豆是毛豆 ，truffle 是 truffle。Ads Village， 艾兹小镇，走进来就这样的，建议大家戴一个帽子和好走的鞋。它是一个那种艺术小镇，会有很多艺术品。这边很好看哎，有一点点长的一个路，我们走了很久了，往上爬。Yes, we're here。艾兹的空中植物园，不同的仙人掌。好好看哦，世外桃源。这是墨西哥的，嗯，它上面有 QR code， like you can scan and learn about it。我们在买可丽饼 ，Nutella 味道，还好不是很糖。里面可能是啊，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很软，很蓬松 ，like you said, puffy. Yeah, it is good. Yeah, different. 如果订不到饭的话，可以想来这里看看看风景的话，就直接来这个 bar 喝一杯。还有个小 tips 可以给大家，就是因为大家法语不通嘛。可以要前台酒店前台帮忙订这个金山羊饭店。到了，这是什么？希腊女神住的地方。5月18号，6点钟，为什么没有日落？想要看日落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待在这里吃完饭和喝一点东西。
很喜欢南法人的这边的一个怎么说，讲话很简洁直接的感觉，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讲话特别多的人。如果你知道我，你知道我，我会问说你有什么好喝的 wine 吗？他好多餐厅服务员直接说好，我来，我给你拿，我直接给你拿，他也不跟你躲避，比如说哦，你想要什么味道的呀？叭叭叭，对我来说挺好，我喜欢别人给我点餐，我直接吃。我点了一个我从来没吃过很想试的一个叫做 Barbajon， 其实有点像广东人吃的那个酥饺吧，硬的。好美啊，现在一个那种游泳池，然后就直接可以跳进去，但也不知道哪里是海哪里是天。本年分享的最好看的风景了，怎么办呢？太好看了，怎么办呢？ Drink, drink, Emma.